你自己看看，你们缝的这个线，像话吗？跟狗啃的似的。早知道你们手艺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不改了呢。那个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如果您不满意，我们可以重改。不用了。 我们裁缝部手艺是不好，我也可以接受您的指责。衣服改坏了可以照价赔偿，但是，请您不要把鞋放在地上来侮辱我们。这200块是我对您的赔偿。嗯，林夏，林夏，我不在乎客人给我的羞辱，但我想保留我最后的尊严。 曾经那么意气风发的丁文笑，在这一刻显得这样的卑微。眼下，你难辞其咎。他终究不属于这里，更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。我不应该这么自私的把他留在这里。他应该回到属于他的世界。 欢迎下次光临。是因为我始终放不下，眼前才会浮现出文笑的身影吗？喂，彩宁，你问到地址了吗？没有。嗯，我告诉林善说我到我们了。 所以我把手机关了。你呢？你那儿情况怎么样？还有2天时间，我想想办法拖住丁总。但是你一定要尽快问到地址，好吗？好，我明天再问问。